开始，等一下用手，我看他拍，等一下我叫你搞就 OK， 用手把它搞好，嗯哼。压不压到那个地方不行呢？OK， 把手挡一下，等一下我来过来的。OK， 用手把它搞一下。OK， 那好，这一次要搞好，一次合成。OK， 可不可以压得到？压不到。压不到。嗯。压不到，等一下。嗯哼。嗯哼，再搞一下。搞好。这可以刚好压到，可以，压得很明，可以没有，那我踩了啊，嗯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条就可以吗？是不是这一条吗？这条可以定，压了两条吗？但是它的这个中间它还是有气体的 ，OK， 那个要么那个袋子不行 ，OK， 再用手去试一下，试两下这样子，就是，嗯哼，等一下，嗯哼，再试这边，再搞一下，嗯哼，再用那边试那边哈，嗯哼 ，OK。看好平的那个檀木那里，再过来一点哈。等一下，OK。再踩一下，过去一点，站在那边。打包好了吗？拿起来看一下。打包的效果，打得怎么样？对，打包一个，再打其他的，放到那边。嗯，打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用手拉一点出来。这是 EVA foam，EVA shred 的 EVA， OK。哎，这个就缝不好，缝不好哪个缝过去的？要不要拍过来？嗯。瞧的。那你把气先搞 ，OK。再搞出来一点。
这个成了披萨了。哎 ，perfect， 放在一起。再搞那个呢？那个，搞小一点。快，全部拿出来不行吗？再拿出来一点，拿一装一点点意思一下就行。搞散，搞松散一点哈！快点，快，开始。开始，可以了，放。这样子。等一下，小朋友。OK， 按那个踩脚。踩脚吗？搞好没？快点！你不要看我这个。快点，哪里？我拿，赶紧搭，赶紧搭，我搭一搭到了没？不要理他。OK。你做你的事，你搞到我一跟着你说，等一下。OK。Peeler packing， 那些可以过来，这个是 web， 这个好像打的没有空，没有那个，是不是？这个打的也没那个，这个打的还是看得出来一点，打的热饼一样，这个打的可能就 OK。太大了吗？好吧。好了是不是？好了吧，把那里修一下。